比較迷人的樣子，同埋坐姿比較好突出咯。去年有嚟過，簽唔到名，所以今年想攞簽名咯。 其实，在因为在法国，这里是第一次去，然后其实那里的天气都很反常，就本来想说白天的时候还是大热天，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又变成那个突然降到很低的温度，所以感觉我自己在晚上的时候，好像人家都会觉得奇怪，这个女孩子怎么会穿的那么少在街上走，然后另外。 我对于这次的写真集，其实自己很开心，因为在那个不同的大家去看照片的时候，然后公司的同事都告诉我说，我好像比上一年都进步了，所以自己很开心。然后我觉得这次的不同的，这就是新的制作班底，还有这一次这个签名会的形式都非常的特别，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爱护。